大家好，我是王学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共的文件法，仍然以长字为例，将碑帖中的某一个字刺透以后，再辗转其他的字，对于初学者是较为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练武，扎马步，先扎上3年，学武艺就会快捷。武艺的招式再多，都有其套路。书法也是一样，每个书家都有他的书写习惯。临帖当中，打鱼晒网，欢肥宴寿地，挑着写，则难以抓到书家为书的基本的规律。套路、习惯、规律都属规矩，横平竖直，略之有度，严守中规是它的基础。老师欧阳先生即便在首都师范大学创立了书法高等教育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现代书学知识体系，但是他总是以教书匠自谦。我呢，出身行伍，能够跟着先生做个练字的练家子，就很满足。跟这儿较劲儿，往往让我乐在其中。以前呢，经常是下午开始练字，2-3个字还没有写好，窗外就已经是花灯初上了。临帖是个枯燥的过程，每枚相家等于最美的公式，在书法世界里并不存在。分析、甄别、归纳、提炼是必不可少的，正好比是熔炉淬炼一般，必须做到，时时努力的。我们来看长记的长字，它呢除了一字狗长画，还有呢一个明显的中宫部分。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得清楚，我写一下。这个臣子的位置不仅靠左，而且呢呈梯形。每位书家都有他独特的记字方法。下面我仍然将上节课所谈到的几位书家的长字并列排放，看他们的中宫营造，并做个对比。这是玉永新和智勇和尚的长字，居于中心部位的沉的部分，结构上大致是近同的，也就是说二人皆字的稳定法是一致的，是用梯形来稳固中宫。关于笔触，一个是碑刻本，一个是墨迹本，差别很大，我们这一节课先不细说。但我要强调的是，两家用笔肯定不同。在前面的这几节课里，会呢重点讲字的结构，也就是先练筋骨，后缝血肉，再冒神采。这样的顺序，为的是扎实基础。这个小的结构里面，使得二人风格不同的是中宫与整字的位置关系。虽然两个字的沉部都略微偏出于左侧，然而其右侧留出了空白，这样呢既延长了节奏，又有了畅谈感。但是智勇和尚中规中矩，好似一个行者闲逸胡床，坐看清风拂院，明月入怀。玉永新则稍有错落，将重心向左下略笔的部位移动，使其与右部的伸展开来的格狗形成了
钟鼓齐鸣般的形态，看上去好像是月宫在端坐轻吟，却又有着波纹状的发散，余韵绕梁。这一座姿态分明。另外一组是燕鲁公与楚河南所写的长子接图，燕和楚的书作与余永兴、智勇和尚的外表上柔和婉转，内里却方正刚强，正好相反，是更多的接近于外形方正且内里圆柔。大家看燕鲁公和楚河南肠子中间的沉部都呈现出圆弧的状态，并且呢他们对中宫位置的选择十分一致，位置呢都在整个字的正中偏下，恰如气沉丹田，使得字形越发的稳健。再看看整字，鲁公好比骑士，河南呢好比收工，他们对于气息的处理却又各不相同。我们再看陆简之欧阳绿经的这个字，大家看我标出来的这几条连绵的斜线，它们就像是把沉布做成了无袖般的旋转平行线，它带动出了整个字的动势，使得外静而内动。若依人做比喻，就如同严整的外部体格中充盈着跳动的心弦和活跃的大脑不停地运转，写字不能内外全动，需要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在唐代书家中，格子体现或者说提炼出了右军书风的不同的侧面，比如余永兴、智勇的书作带给人的是轻盈飘逸、不染尘俗的飞升感，燕鲁公、楚河南等带给人的是敦厚、宽博、精诚和热诚，欧阳绿经、陆简之等等则充满了意气风发般的那种慨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演绎出了自家的独特的气质，这才是模仿与学习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将传统的经典的美好事物用另一种美的新元素来重复展示，就如同爬山路一般盘旋上升，字字佳境。刚才我们说过唐代名家中出现的风格，在大王书作中都能找到，大家看看这三张图，体型之构就是第一图标绿色线的。刚才我们讲过了余永兴、智勇禅师的书作在这一部位做了梯形处理，有神采。圆弧之阔也就是第二图的橙色线，起到了类似气功中收纳吞吐的作用，有意象。平行舞蹈之画也就是第三图画红色平行斜线的这一张，凝聚爆发，带动全字，有韵律。这个道理越是分别找出例子做对比，越能呢发现唐代名家对魏晋二王的屈伐痕迹。因此怎样临摹，怎样变化，怎样重叠浮现，是学习书法中永恒的课题。以上是中宫的经营方法。中宫的作用从何处展现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这几个长子。整体来说，余永兴对王友金的继承并不是最削形的那个，但在气息上却极为接近。观之，则大王气息喷薄欲出。内力的原因就在于余永兴翻字都比比去做王字的笔画，而非自家字的笔触。以形写身，将形神兼备，他宁肯深研筋骨，不去
向外磨写笔墨的脸蛋，而当字有了筋骨之后，脸蛋舞动都将自然形成，把这些肌肤举动一颦一笑写出自家风貌就足够了。俞永兴对于二王书法的认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我把俞永兴的长气两个字完整的写一下。俞永兴的用笔力度是自家特有的，有点像绵密浑厚的气功，很不经意也不易察觉到他的用力，但笔画落下就如同铁怒三公一般一触即发，普通风雨惊动不了。大王的书法是一派曲水流觞的烂漫无邪，于是书风恰如鲁唐余响的春华秋实。欧阳绿经谈论书法时曾说，好的书作要像上院春花无处不发，追求一种摇曳生姿的动态美。而俞永兴在论述书法的时候，把写字比喻为将帅层次，要有领军坐镇般的不温不高，这不仅和魏晋书学思想一脉相承，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审美习惯。欧阳绿经外表刚健，是有着外方内圆花疏管弦的一种美。俞永兴看似弱且温润，实际这是外圆内方振马风强的另一种美。近代国学大师汪国维说，美有优美和壮美的区别，这两种美本无高下之分，只区别在内里的精神。俞永兴为什么最得汪书骨髓，我们从一些史书中可以推知。汪友军在会稽寄情山水无有一时的同时，曾为当时的无敌百姓申请减征敛、禁酿酒等，不顾同僚非议，持续地数次上诉。俞永兴的刚强更加外现，隋文帝对待他的态度是极其俏正，不用，这就是说很讨厌他的刚直不阿。唐太宗李世民对俞永兴的评价是，君王有小失必犯晏之见，朝廷上下无辅仁义，无人负己四个字可以深加思考。不论习书还是学画，形式神事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思考和选择。俞书永远像是在沉思凝望，像千万草木
飞禽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召唤，居高生资源，非是借秋风。下节课我们将结合俞永兴的苏学思想，继续对孔子庙堂碑的学习。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